第九课，你今天做什么了？ Let's learn. 香蕉，香蕉。熊猫，熊猫。水果，水果。了，了。画，画。没有，没有。Let's read. 你今天吃水果了吗？吃了。吃了什么水果？吃了一个苹果和一个香蕉。你今天做什么了？我画画了。这只熊猫真漂亮。爸爸，我没画熊猫，这是小狗。Mini story. 看医生。你今天吃什么了？我吃了很多东西。你吃了什么东西？吃了一个香蕉，两个苹果，还有冰淇淋。你吃了几个冰淇淋？吃了三个冰淇淋。还吃了什么？还喝了四杯冰水。Test 1. Listening. True or false? 一。两只大熊猫。二。没睡觉。三。吃香蕉。四。画画。